那个佳佳，稍等我一下，我这边插播一下，我这边插播一下，稍等我一下。我们的主持人跟第三轮决斗在这边第一开始了，要赌什么？要赌什么？你不要把胸部放在桌上哎、啊。来吧，开始。啊，这集介绍的是台湾庆阿丘巴的比赛。啊，开始吗？是要开始吗？钥匙，谁钥匙？我把它放在大会服务处，有点那个遗失的钥匙到大会服务处。